请以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坐在地上，或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双手放于膝盖上。背挺直，下巴与地面平行。如果需要，将靠垫置于你的后背作为支撑。在冥想过程中，保持背脊的直立。在中途，如脊柱感到不适，可进行放松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。慢慢的，闭上眼睛。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感受你的吸气，感受你的呼气，不要试图控制你的呼吸。感受吸气，感受呼气，只把注意力放在自然的节奏上，吸气。呼气，感受呼吸之间的短暂停顿。吸气。呼气，现在，请将你的注意力带到你的眉毛之间，将你的注意力在此停留。这里作为我们这次冥想的聚焦点。将你的耳朵打开，聆听一下来自巴哈欧拉的圣言。我的仆人们啊，你们是我花园之树，当结美妙善果，利人又利己。故而明悟之事啊，人人皆应从业学艺，其中隐藏致富秘密。结果有赖方法，上帝恩典与你们足矣。无果之树永远只配当柴烧。我的仆人们啊，
我的仆人们啊，你们是我花园之树，当结美妙善果，利人又利己。你们是我花园之树，当结美妙善果，利人又利己。故而明物之事啊，故而明物之事啊，人人皆应从业学艺，其中隐藏致富秘密。人人皆应从业学艺，其中隐藏致富秘密。结果有赖方法，上帝恩典与你们足矣。结果有赖方法，上帝恩典与你们足矣。无果之树永远只配当柴烧。无果之树永远只配当柴烧。我的仆人们啊，我的仆人们啊，我的仆人们啊，你们是我花园之树，当结美妙善果，利人又利己。你们是我花园之树，当结美妙善果，利人又利己。你们是我花园之树，当结美妙善果，利人又利己。故而明物之事啊，故而明物之事啊，故而明物之事啊，人人皆应从业学艺，其中隐藏致富秘密。人人皆应从业学艺，其中隐藏致富秘密。人人皆应从业学艺，其中隐藏致富秘密。
结果有赖方法，上帝恩典与你们足矣。结果有赖方法，上帝恩典与你们足矣。结果有赖方法，上帝恩典与你们足矣。无果之树，永远只配当柴烧。无果之树，永远只配当柴烧。无果之树，永远只配当柴烧。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，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。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，慢慢去适应您周围的光线。当您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完成这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到15分钟去回想您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启示的引言经的内容。思考如何将今天听到的内容用于您今天的生活。